三哥叔，你不要紧吧？三哥叔，你已经在这睡了三天三夜了，让你在这睡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哎，你要吃点什么呀？肚子饿不饿呀？我们这没什么吃的。哎，要不叫他们弄点稀饭好不好啊？三毛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这么个亲人了。要是你真把我当亲人就好了。我对不住你呀，三毛。我快死了，三毛。这些。票，三毛，这些股票就送给你了。强哥叔，这些股票给我有什么用啊？这老子说废纸有什么用啊？我都快死了。三毛，三毛，小鹿子。 这股票是涨还是跌呀？要知详情啊，明日今早。嘿嘿，哎，小六子，这香根师傅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跟他开什么玩笑？就是啊，就是了嘛。小六子，不说嘛。香根师傅啊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橡皮股票涨了，太好了，大华银行的船靠岸了，报道，快了，太好了。 江秘书，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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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又赚了几千块，我要去看病，我不要死，我要活，一会儿没要死，一会儿嘛不要死，一会儿嘛要天皇补将，送行死四将，我算了。哎呀，是，哎妈，哎，饿了没有？快点，我不想死。 不要死！你们，啊，这是干什么啊？这是个奖，这是病房，不是垃圾桶，不是你们待的地方。走走走走，快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医生，你救救他吧，他快死了。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走走走走走。救救他吧，医生。你们到底走不走啊？不走，走不走？不走，不就是不走？不走。好，嗯。哎，快来，哎，阿三，我这里啊。 来了三个穷瘪三，赖得我的病房里不肯走，怎么样，帮个忙？嗯，包不了，这事交给我了。好嘞。啊，香根，香根，香。小根叔叔，呀，香根，你生病也不告诉我。哎呦，香根，我来晚了。哎呦，我的心肝，哎，去去去去去，去。 哎呀，祥根，我的心肝，我的宝贝儿。哎呀，祥根，我们尽到做妻子的责任，你要原谅我哦。从今以后啊，我呢，我要天天守着你，好好的伺候你啊。哎呀，你怎么自说自话的，就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？我们还是回家去吧，啊。 我们回去吧，啊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啊，祥根，走，哎，小根叔叔，啊，爱萌，股票，祥根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说要把橡皮股票交给我？祥根，你快讲啊，干什么了你？三毛。 橡皮股票不要给，哎的。干什么了你？拎不清啊！我是你老婆哎！哎呀，你把橡皮股票交出来，橡皮橡皮橡皮呀！你怎么你的耳朵？去去去！哎呀！祥根。 你不是喜欢吃小笼包子吗？今天啊，我把上海的小笼包子全给你叫来了。
来了没有啦？哎，快进来！来了来了，响哥，你看呐，哪一位是橡皮？什么橡皮啦？不买给我翔哥使的呀？我们管的，是老板看上的橡皮。我是老正兴的小笼包子，我是老大兴的小笼包子，我是老龙兴的小笼包子，我是老左兴的小笼包子。橡皮，请品尝。这橡皮股票是我的，翔哥，您说是吗？我是你老婆，这股票是给我的啊，翔哥，你说是吗？是哎呀，翔哥，你说呀你，橡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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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橡皮，我是橡皮，我是警察，我是办案人，我办案的，我办案的橡皮。叫不得呀，外面是记者老爷。这些都是癞蛤蟆，都是你给我吃药了。吃什么药？到这种地方来。哎呦，就这么几个癞蛤蟆，你眼睛闭一闭就过去了。哎，你不想要这股票？当然想要了啊。就是嘛。哎，明天再来啊，你一个人来，一定要找到橡皮股票。你们认识三毛先生吗？哦，我就是三毛。你是三毛，我们都是报社的记者，能不能请你拍张照片呢？为什么要请我拍一张照片？就是闻名天下呀。哎，闻名天下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家喻户晓啊。哦，家喻户晓，家喻户晓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人人都知道。哦，人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人人都知道就是有饭吃啊。哦，有饭吃！哎，你把这套衣服穿上，我们拍完照，这衣服就送给你啊，怎么样啊？好的，好的，有饭吃了！来来来来，快有点饭吃，快点，有饭吃！来来来，没问题，咱们一会儿报照放出去，小孩花拍一个，咱们等等等等等等，姑娘一定等着，咱们高兴。来来来来来，姑娘，怎么样？来来来来来，果然是气质不凡呐！是是是。我是网报的，您能不能告诉读者您是怎么成为股票大王的呢？我是宣传服务报的，请给我拿橡皮股票好不好？别别别，我
不要啊！又三毛，发财了！恭喜恭喜！发财了！三毛，三毛修皮鞋吧！不修不修不修啊！不修不修！世上怎么好人一下多起来了 ？Hello。哈喽，是三毛三少爷。我就是三少爷。兄弟是久闻大名啊。闪光请到寒舍一叙啊。什么一叙？哎呀，尿尿嘛。叙啊。你是谁啊？毕姓何，人称江南一小开。小开。三毛。招待三毛三少爷啊，还有他们的朋友啊。我是看中了他们手头上的股票啊。股票啦，就是。你们要施展你们的魅力，去花牢他们啊！快去。快去！事成之后我大大有赏，快去。真的？严嵩。哎呀，三少爷！哎呀，各位朋友，来，请。怎么还不上来啊？不要着急，他们在准备嘛。何先生，他们怎么都没有头的啦？姑娘们，露出你们的笑脸，让少爷们看看。三少爷，姑娘们怎么样啊？三少爷，你好吗？三少爷，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来，我们来喝一杯。来喝呀！你干什么了？你不要碰我呀！来呀，咱们喝酒。对了，一口好了。不要吃，你喝口血的嘴巴，不要碰我。哎呀，来，不要你碰我。哎呀，真是好看。三少爷，我喜欢你耶，你的鼻子真可爱。哎呀，你的眼睛哦也是很漂亮。哎呦，你的头发可爱死了，让我来，让我亲你一口。看样子，我们的美人计是不行了。别慌。我另有高招，你先下去准备吃的。好，去。来了，各位随意啊。走，你们走。来，下去。诸位是不近女色，本人是十分的佩服。饿死了。我想喝粥。三少爷。各位少爷想吃什么呢？今天呢就随便点啊，我买单。有人买单嘞。三少爷，猪头肉。好，我还要猪尾巴。猪尾巴，大饼油条。我还要喝粥。粥，好，喝鸡。什么都有。来，大家随意啊。猪头肉。这是猪头肉啊，
那个呢是猪尾巴啊。不过呢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商量一下啊。等等，阿妈，不能吃。我跟少爷要商量一件事情啊。你们慢点吃啊。不能让我吃。蔡少爷。真好吃。三少爷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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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吃。慢呀，三少爷，你手头上是不是有那个橡皮股票？我随便问问，随便问问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喝酒，喝酒喝酒喝酒啊，酒，喝酒喝酒啊。我要吃你那个，来来来来，吃一吃吧。哎，你们随便吃啊。好吃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再来点，再来点。这股票啊，放在手上和草纸一样的，又不值钱的了，没有什么用处的。来来来，三少爷。我愿意啊，按原价把你的股票统统买下来，有多少我吃多少。这样，你可以拿到现钱，想吃什么呢？可以吃什么？想到哪玩啊？就去哪玩，怎么样啊？真的？还答应他呀，三哥？我们成交了。成交，成交，成交，好。来了，三宝，快跑！哎呀，你们不要跑嘛！三宝，三宝，股票呢？股票呢？快点啊！跑！说不跑！哎呀，快跑！三宝，快跑！站住！哎，三宝！小店新到一批货，请您呢跟我们去看一看。走，跟我们走。我不去。你去。三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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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住的房子不行啊，我是房产公司的。你要买房子，我给你对折优惠。少爷，你跟我走吧，我是服装公司的，这套西服是特地为你定制的。少爷，你跟我走吧，我是食品公司，这大蛋糕送给你。少爷，跟我走吧，请我走。少爷，少爷，是我才发现的，这是我找到的。跟我走吧，你不要吵。三毛，啊，这橡皮股票呢？在，还在。那你跑来干什么？他棉花。哦哟，你腰包鼓鼓的，还用得着弹棉花？阿珍，收下我吧。为什么？
你脑子少根筋啊，有福不知道享，自找苦吃。走到哪里，人家就追到哪里，就像我要钱，我实在是吃不消。对，吃不消。哎，三毛，你什么时候也变成结巴了啊？大概想起了香根树。阿珍，我求求你把我藏起来吧。三毛不会白吃白住白喝的，你把我藏起来，我每天给你橡皮股票一张。哎呦，三毛，就一张啊？你当我是缺蝎子啊？告诉你。每天啊，起板价10张，吃饭嘛加2张，睡觉睡地铺2张，睡床啊5张。哎，阿珍，那我给你20张，怎么样？50张，50张。哎呀。亏你想得出，我怎么会要你的股票呢？眼下啊，我这店里正缺少人手，你啊来得正好。我们还是按照老办法，我管你3顿饭。至于这个工钱嘛，工钱我不要了，工钱我不要来。三毛，就算我占你的便宜喽啊！来，吃糖。哎，阿珍，你不会记恨我吧？我怎么会记恨你这个小孩子呢？算我阿珍啊，没有橡皮股票的命。三毛，这以后你可要听我的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好了，那去把衣服换好，下去干活去啊。哦，好，弹棉花去了。去吧。好好干啊。走了一个赌肉鬼子，又来了一个修肉鬼子。看来我阿珍该好好享受这橡皮鼓了。还是弹棉花好啊。三毛，哎呦，好了，不要弹了，来，快来吃点赤豆汤。我还要弹棉花嘞！哎呦，以后啊有你弹的嘞！来，不要弹了，过来。哎呦，来，坐。哎呦，小宝贝，我给你煮了赤豆汤，吃一点啊，吃啊。好吃吧？好吃啊，你就多吃一点啊。很甜的，甜啊！我放了半斤白糖哎，乖，半斤啊！我一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多糖哎。哎，那就多吃点，来。我特意为你做的。有香根蔬菜，那就好了。香根啊。没有这个福气，想想都是我不好。我怎么会看中这个歪嘴巴了呢？三毛，是他要我把祥根硬赶出去的。后来我还听说他扮成了叫花子去骗你的股票，是吧？我真是气死了。后来我到处去找你，想讲清楚，可是你已经误会我了。阿珍，你别难过了，你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，我三毛以后会报答你的。
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哎，你把这个吃光了，我再去烧绿豆汤，多放一些糖啊。嗯，你呀，要是弹累了，就不要再弹了啊。我走了。哦，你休息一下啊。嗯，我走了。哎呦，三毛啊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！哎呦，我的心头肉啊，快下来呀！你怎么能爬梯子呢？快下来！哎呦，快下来！哎呦，让我来看看你！哎呦呦，哎呦，当心呐！哎呦，让我来看看你啊！哎呦，你看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？来来，让我看看你们了，三根毛！哎呦，哎呦，爷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心头肉啊！怎么变成那么瘦的了？哎，你不记得妈妈了吗？啊，来，让妈妈来看看你。哎呀，宝贝儿啊，难道你不记得妈妈了吗？啊，我不认识你。哎呦，你这个小次郎，你怎么不认识你妈妈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养你的时候，外面下了好大好大的雪哦。哎呦，我就把你抱在怀里的。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爸爸，他抛下我们母子两个人，他就走了，他出国留学去了，真的。哎呀，出国留学了，是妈妈一手把你养大的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囡囡呀，你过来呀、啊！哎，走开呀、啊！哎，你走开、啊！干什么呀？你走开！囡囡呀，你过来不啦？过来呀！来让妈妈亲亲。你走开！你不说吗？哎呀，我是你妈呀，没良心啊！哎呀，对呀、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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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不要摔跤，你当心点嘛。来来来，坐着坐着坐着。哎呀，乖乖啊，你呀才是我的乖孩子呢。你看，你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妈妈就给你印了个脚印呢。脚印、啊？哎，脚印哎。来来来，比比看，比比看。你比这个？啊啊，错了错了，那是手。哎哎，来来来，拿脚，拿脚，拿脚。哎，来来来，比一比，你看，哎，正好，哎，正好啊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你的脚，哎，对呀、啊，是你的脚吗？哎，我生下来就有这么大的脚、啊。哎呦，当然了，你生下来的时候脚就那么大的、哎、来我的乖孩子，对呀、啊。哎哎什么人呢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假的还冒充真的，真实的，你才是假的。哎，囡囡啊，哎呀，我才是真正的妈呀！我说，哎，不能这样的，哎，对自己的妈不能这样的，他们都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走，跟妈妈回去。谁说的？三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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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不到来了这么多妈妈，全是假的。三毛不打海，三毛不打好死，全是三毛。打倒三毛，打倒三毛，三毛还我们做母亲的权利，三毛还我们做母亲的权利，三毛不打好死，全是三毛，三毛还我们做母亲的权利，三毛还我们做母亲的权利，三毛不打好死，全是三毛，打倒三毛。通通滚开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，在这里指手画脚的？哎，他是我老公呀。嗯，怎么不相信啊？那这就是第一继承人。哎呦，哈，好了好了好了啊，回去吧回去吧，好，走了、走吧走吧走吧。我是他的老公啊，你是我的儿子。好嘞，老公啊，好回去了。老公，老公，哎呀，三毛，快回去啊，上楼去，走呀！阿珍，
谢谢你哦。嘿，是我的责任嘛。三毛，扶着我。哦哦，三毛你看我脚都肿了，去去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。哦哦，哎，你笑什么啦？哦，没笑什么，没笑什么，我拿拖鞋。嘿，快拿过来呀。啊，来了。你忘记了，帮我换鞋呀。哦哦哦。哎，阿珍，我知道你这个是假的。谁说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喽，真的。阿珍，你真会开玩笑啊！哎，这种事情好开玩笑的，这左邻右舍的都看见了，这可关系到我阿珍一生的清白哦。阿珍，怎么会这样的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这楼上楼下就是我们两个人，哎，这孤男寡女的，当然会有小孩子的喽。哦，你连这个都不懂啊？三毛，去帮我买只鸡，再买只鸭，还要买一条鱼，我要补补身体哦。还不去啊？哎，你想做陈世美啊？我告诉你哦，反正啊，他是橡皮股票的法律继承人，有法律保证的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啊，有法律保证的。三毛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干什么啊，三毛？怎么回事？橡皮股票。哎，翔哥说的股票不是全给你了吗？就是翔哥呀，怎么了？全给你了吗，三毛？就是嘛，三毛。哎，你讲呀，怎么？说话呀，三毛。怎么回事啊？愣头愣脑的。就是发傻了，他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快说呀，三毛。哎，讲话呀。这橡皮股票已经不是我的了。啊，这么会是谁的？你怎么能不是你的呀？不是给你了吗？这水全都给你了。为什么？都归阿珍了。什么？都给阿珍了？干嘛这么傻啊？干嘛又别太傻了？知道了。十三天。哎呦，笨死了！给他哦。我都不行。算了，三毛，别想这件事了。No， 三毛，拿起爆米花呀！三毛啊，三毛，阿珍来了。他俩个有，你看你一天到晚不回家，死在外面像什么样子了？真是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跟我回去啊！走啊，走啊，回去！哎呀，哦呦，你看看你弄成这个样子，你这个样子不是要摊我的台吗？啊，回去回去啊，回去吧！我不想回去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我不回棉花店，不回去啊？嗯，你想上法庭啊？上法庭干嘛？叫你吃官司。啊，吃官司？吃什么官司？把你这傻三毛像野狗一样关在笼子里，关死你哦！哎呦，那可不行！我不要做班房，我不要做野狗，我不要做班房。阿珍，你放过我吧！放过你？就是啊，你放过我吧。小六子。把橡皮股票给他，给他，都给他。
珍，阿珍，橡皮股票都给你，都给你。那，哎呀，橡皮股票，真的是橡皮股票，哎呀，我们回家去，回去啊！哎，三毛啊，快点回来啊！哎，我先走了啊，快回来啊！三毛，你给他干嘛？你干嘛了？我又没东西吃，又错了，还想跟我斗？哎呀，阿珍呐，你本事太大了，橡皮股票终于给你搞到手了。阿珍啊，这下子我们可以过好日子了啊！哎，阿珍，我们结婚吧。结婚啊？啊。哼。你看你什么样？哼，我现在有那么多的橡皮股票了。六筒也要配白板了，还有你这个歪嘴巴，快给我出去！六筒啊，你要受报应的！滚！三毛，嗯，三毛。三毛，快醒醒！三毛，你上当了！歪嘴巴，你干什么？阿珍肚子里啊，根本就没有孩子。真的？啊，你想想，你是小孩子，小孩子怎么会生小孩子呢？啊，小鸡会不会生小鸡呀？小鸭会不会生小鸭呀？啊？哎，小鸡不生小鸡。小鸭不生小鸭，小孩子不生小孩子。哎，可是阿珍说我们住在一个楼道里呀。哎呀，嗯，住在一个楼道里也不会生小孩子的。哎，嗯，你想啊，阿珍呐，她当时是骗你股票，快点起来，问她把股票要回来，啊？不，我不要股票了。哎呀，我要睡觉了。你快走吧！哎呀，三毛！哎呀，真是的，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三毛，我要睡觉。橡皮轮船触礁沉没，即日起经董事会研究，本行宣布倒闭。统统给你们呢！
橡皮股票，拿走，我不要了，全是你们的了。是你的橡皮股票，现在又跌了，这些都是我捡回来的，您就留着自己用吧。走了。